你快乐就好。欢星星，从不去考虑去哪里到哪里，看窗外雾气。夏云诛心啊，夏云诛心，我去，你好过分啊。怎么太傻了，朱心，我真受不了你。欢迎我们粉妈，晚上好粉妈。欢迎浪浪，恭喜我们浪浪灯牌喜提七级。想的都快要疯了，你可别再气我。就是审不算警告，就审核的时候就会屏蔽你的画面十几秒。他说我着装不当，露大腿根儿，我是不是把这衣服得脱了？他我不回，不给你表情包是吧？回你个表情包。吃个饭，看见你坐在我们的斜对面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我忘记开暖气了今天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我今天下午因为我昨天晚上忘关了，所以我就今天睡醒的时候我就给关了，然后我说怎么今天这么冷啊？对面坐个男的。好，我真服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把暖气打开。我想前不想心想要问问看，那个男的态度突然有点不友善，话还没说完他想要走我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尺度绝对是有限，而一次让我连头都抬不起来，你居心何在？你说你爱我大后面，我们不下播，我们到一点多。我觉得明天上午要装 WiFi， 下午要有杀虫的，我一个女生待在家里是不太好。要不然明天我把妆卸了，然后化个男不是，然后把头发盘起来，戴个帽子，然后我你身上怎么穿？我觉得不安全，要不是因为淬火太大。什么是淬火？这什么火啊？谢谢关注，你在害怕什么？独居女生一个人在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但是你们是男孩子，所以你们体会不到。如果你们有女朋友是一个人住的话，你们也许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了。我帮你把蟑螂吃完。这样吧，我那个什么，我杀虫花了348还是368。然后你过来吃，我给你一半的价格，我给你120-160，给你180。你过来吃，你离我10米远，我拿望远镜看你吃，好吧？我观看一下那个世界奇观，太吓人了，我操，太吓人了，我体会不到。怎么取？可是你还小啊，你就想着取啊。丸子，你要不要卡个牌子，丸子？从没见过你笑得像花的脸，双手搭在一个陌生男子的肩。我本想上前，我没有猜出来刚刚那个给我刷灯牌的那大哥是哪大哥，可他是光头金项链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谢谢我们偶偶。头发最爱姐，我就是你都已经12级了呀，你退的话就退1毛啊，你卡个牌子吧。我确实背过这年退款过，我退过1毛钱。欢迎布鲁哥，确实退过1毛，还不就看到你等灯牌10级我都能看到，有一只就有一波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我现在也不能搬家，我不想听。
我这房子刚开始住，我又不能搬家，我不想听，别说了。哎，你们说蟑螂是只喜欢待在厕所，还是会到处爬？我手好凉，我手邦邦凉。翻狗狗。我们心愿单试的不多，兄弟们，我们小爱心，我们能一起众筹众筹的，我们把小爱心做一做，兄弟们，1000颗，很快，1000颗很快。我要是身上有科技，我出门明天被车嘎掉，好吧，我就敢立这种 flag， 你敢吗？我要是身上没科技，你明天出门你被车嘎了。算了，太恶毒了，这样你必嘎，算了，太恶毒了。就啥假的，只能说你见的女生太少，就啥假的，现在好的妹子多了去了。这也叫科技啊，哥，你家科技一个月就没。谢谢脖子哥，耶嘿。我头发当然不是啊，我头发自己蒸发呀，我都已经快半年没剪过头发了，怎么可能是科技？那你再说个别的，我牙也没有啊，我的牙还没开始补呢，牙也不是科技。我忘了这档子事儿了，我忘了。今天不跳了，乖乖，你牙像大金牙，我要是有钱补大金牙就好了。头发500-600不止，我头发特别多，而且这还是后面剃掉了一点。